真的是蛮恐怖的。我来卸一下，我先卸一边，我卸眼睛就好吗？对啊，然后我就是这里真的有整圈黑，一整圈呢，整个泪沟啊。那好，你镜子先拿开，我们先请教一下他这个怎么办？他好像也不会好啊，就好好遮瑕吧，好好遮瑕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而且我细纹很多，这个会好吗？他如果是因为譬如说他年轻的时候卸妆不彻底，然后造成那种色素沉淀，其实是有的救的。嗯，但因为我觉得那个伟玲已经算是重症患者了，就他这个可能光用眼霜效果有限，但是我们可以搭配一些仪器让它效果再更好一点。好，那我们请老师今天要帮他调配的调配药剂是现在是已经都卸掉嘛？对，我觉得如果说普遍大家有这种情况，就是眼周有这种困扰的话，我觉得当然你单用眼霜，如果你是刚初期的话，我觉得眼霜可能还有救啦。但是如果像他已经这么严重的话，你可能还是要搭配一些仪器。好，所以我今天要帮他用的是这两个。哦，这一台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啦。对，因为之前在节目上也有。超好用，真的。对，这一台非常好用。这不是洗脸的吗？对，那是它其实是一个美容仪，就是它可以洗脸，可以按摩，可以帮你去角质。对，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多功能的，所以它可以帮助血液循环吗？可以啊，但是这个是脸专用的，然后它现在有 2.0 升级版的，就是这个头可以拔下来，对，然后可以换这个，哦，换头，它换一个头，对，换了一个新的头。那我先跟大家讲，这个头呢，现在目前台湾是全球抢先上市，哇，就目前就是它只出一个头，对，就是你买的时候它是这样子，对，头加眼霜啦。先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因为它里面有个很特殊的科技，叫做反向位波形运动。什么叫反向位波形运动？欣姐，你可以注意看它上面那个头，是不是很像一朵花？对，对不对？就是它上面是一朵，像一朵花，对，很像一朵花，它是高高低低的，然后呢，而且它的那个就高的跟低的会错开来，它会变成一个这样交错，它会有一个交错的运动，所以当你在按摩的时候，它就会帮你开始等于是帮你眼周做主动性的按摩。是哦。但是我要先跟大家讲，因为以前大家看到这种仪器都会觉得说它就是一直震动，或者是一直转圈。我开仪器给你们看。它不是怎么样？它是这样子动。哦，就是左右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样子，但是很快，这个叫做微脉动反旋科技。然后我们一样要先把那个眼霜先涂上去，就这个仪器不要单用哦。哦，对，你不可以说直接拿起来就在眼睛上撸，这样太干了。对，太干，你还是要搭配他们的这个眼部的产品。这个是他们的那个眼霜。好，我们先把眼霜涂上去。我先跟他讲，涂上去的时候不要完全按摩吸收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做按摩嘛。哦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仪器打开，然后呢，你就开始从眼头，对，由前往后，然后你会听到它停一下，它有换，有它会停一下，30秒它就会停一下，它就会告诉你说现在已经30秒了，对，那通常如果你是每天早晚保养的话，一只眼睛我们就用30秒就好，对，就大概是1分钟到1分半了，所以等于上下眼皮各30秒。对，其实如果你自己在家里做一只眼睛啊，对对，就做一只眼睛。可是，在上眼皮的时候，不要放在眼球上哦，在眉骨上面。眉骨有技巧，对，这个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啊，所有这种会震动的仪器都不可以放在眼球上。会怎样？因为你不确定你的眼球能不能承受他们那种快速震动。哦。对，所以所有的按眉毛这里，眉骨那边很舒服。对啊。对，所以在眉骨这个地方，对，因为这边有很多的穴位，所以基本上所有只要是用在眼周的仪器。都请大家不要放在眼球上。好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子轻轻的按，基本上你在按摩过程中发现其实眼霜就吸收了。对啊，对，然后我们搭配的这个眼霜呢，其实它里面也是有很多功能性哦。首先它里面有加维他命 C， 所以可以淡化那种黑色素沉淀，然后还有这个多生态的复合物，生态就是针对细纹，针对纹路，对，然后还有包括像咖啡因就是可以促进眼周的循环跟代谢，然后里面还有这个品牌的独家成分哦，它这个独家成分就是可以从你的那个根源去解决老化问题，所以眼霜选择也很重要。如果说你今天因为像它这种就是很多问题要解决，但我就会建议你要选一支眼霜是对多种的那种功能，对，有真的。眼睛不一样，因为我现在眼睛的那个明亮度，它的旁边皮肤的明亮，循环真的有变好哎。然后那个，如果你今天按完之后啊，譬如说你有时候觉得那个
因为我们建议大家擦的眼霜的量要稍微多一点，然后你范围可以稍微大一点，然后你按完之后，你可以再轻轻的自己拉提，对，做一点拉提的动作。我觉得你需要真的耶，而且我现在这只眼睛看的世界好像比较，这是在哪里买？清楚，现在去他们那个官网上面就可以，现在还在预售，但目前就是台湾是全球发售。如果你今天只是买这个头，就你已经有这台机器了，你买这个头加刚刚那支眼霜，4000块有找哦。对，但如果你是没有机器，你想要整组一起买的话，1000元有找啦。顺便跟大家提一下，因为它上面这个叫做医疗级的银离子抗菌细胶，所以它其实就是它是有本身就有抗菌作用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它会有那个细菌感，就是每次用完用水，它其实这个可以拔下来，然后水冲一冲洗这样就好了。对，所以也很干净很安全。利用眼霜搭配高科技的按摩仪，眼周问题马上获得改善，黑眼圈变淡了，眼神更明亮了呢。达人传授美丽秘技，都在女人我最大 APP， 拥有最强神级团队，让你成为时尚焦点。达人指点，美丽多一点，女人我最大 APP， 快来下载。